先看一下采访。他对今天最佳表现和队友。Le président, le staff, le coach tout le monde qui nous ont. 现在第三个进球补到了禁区外围。上一次他断林良铭的球。对，想要去连线康拉德，康拉德直接向前前插跑位了。曼佐基的远射，1-1。比赛10分钟，两个进球了。曼佐基的超远世界波过后，他就帮助球队把比分给扳平了。调整一步，直接抽射，还是防守队员小瞧了曼佐基的射程，没有顶上去。哎呦，袁启迪又丢球了，特索涅夫边路往前带。再接出屏，右脚传起来，好机会，投进，漂亮，1-0，24分40秒，曼佐基赛季第6球，在大连人幸运逃过一劫之后，他们先进球了，这又是一次界外球的快发，禁区里边连续混乱，申花解围没机缘，特索涅夫抢，也是申花后场这个失误啊，这个眼神力啊，这个球确实是该。球传这一下非常漂亮，这场地也在帮忙了，季洋洋大滑摔了，然后林良铭抢点的时候其实也摔了，就曼佐基没摔，对，一下摔了两个人，包括之前的燕西利丢球多少跟那个场地也有一定关系，是吧？把球普桑契奇左边空了，上来追上何雨鹏，趟一步观察传中怎么样，第二步趟起来投球，球进了曼佐基，这球泰山压顶，何雨鹏的助攻，曼佐基这个赛季联赛第三个进球，这大力头锤把球砸进了北京国安的球门。大连人中场这个禁区里头只有曼佐基一个点呀，柏杨被摆脱了，柏杨最后时刻没有切入曼佐基，放开了1米的距离，这一米就致命了。而恩加德乌呢被解围，林良铭摆渡以后，曼佐基后面跟着特索涅夫，再找林良铭，林良铭抢一个前点，潘佳琪漂亮的扑救，球还没出界，打回来，特索涅夫可以再传，自己左脚传，曼佐基还有机会，吕鹏再点进去，头球2-0，上半场结束前曼佐基梅开二度，大连人在极端的困难的禁区啊，结果呢第一次传中头球，哎呦，好球又抢断了，曼佐基单吃季洋洋，到禁区里边后脸是空的，转过来了，机会来了，2-0，季洋洋在后上犯错了，有些有点拖沓，这个肯定没犯规吧，很干净的一个抢断，曼佐基传的也好，林良铭射的也非常冷静，传过来林良铭直接打空门了，刚说完申花在最后5分钟。